哎呦，龙牙冲刺，叶老师上来就这么猛啊，毫不留情啊，上来就冲刺。 18秒，就这样成为了激励我前进的动力。叶秋月就成了我最想在赛场上相遇的对手。搞定了，队长稍等。 这什么呀？千机伞，报告队长大人，我是严格按照队长大人的指示，成功迅速的报来了千机伞，完成任务。喂，你们蓝雨偷东西都这么高调，简直就是明抢！好久不见。 好久不见。你们两个心脏都很强大的好朋友，好不容易聚首了，要不然你们亲自切磋一下感情，我就带他先走了，拜拜。对我的千机伞很感兴趣，首先还想领教一下千机伞和伞人的威力。 这是我欠你的，2分18秒。这是我自己欠我自己的，2分18秒。
隐藏身形，防止被打断，很熟练，过奖。果然是一把神器啊，看来你的吟唱速度也有提升，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。这算尽全力了吗？每场比赛我都拼尽全力。前几场配上散人，也许真的可以改变联盟的格局，只不过也许你现在可以依靠前几场跟散人繁多的技能搅动风云。你准备怎么通过神界领域的挑战？我不像你，想的太多，太费脑细胞了。有那个时间，我觉得你应该先想想怎么能让黄少天不要到处乱跑。